这边的话是河南许昌市古洞一条街，哇，老好一下，这是古画，这个街路边都是卖古董的，那边一个古塔，这个门匾佛像，河南这边的话就是很多那个古董的古墓嘛，因为这里很多古墓嘛，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在河南那边建都的非常的多嘛。就导师，这个是赌石，看这些古董的话最好是只看不摸啊，对吧，免得被人饿炸了，是吧，敲炸了。一群老人在那边唱歌，唱的不知道是什么歌，那些老人唱的那些歌的话没听过，一句都听不懂。再逛一下，这古董很多卖古董的，但是古董的话肯定绝大部分是那个烟筒的仿制品的。清明上河图啊，肯定是假的嘛，你这都车轮胎把它压上去。哇，这个是古代的唱唱片的呢，那个不知道是真假的，这很多徽章。老书，非常多的老书呢。贺龙兵法，贺龙也出了兵法，江青成佛记。哦，气功师。色狼。温柔乡，一公英雄，这是些很老的砖。回收老酒。鬼吹灯啊，
住街。很多卖这些旧书的，这旧书的话，大部分都是人家拿来当废品卖掉的，然后再收购起来又拿来卖嘛。你看，是不是很多书？这个书应该是真的吧？毛主席的《万书》，中央书总观湖南问题。哇，是老书哦，这个很老的。因为这边的话，刚好是河南西昌嘛，西昌的老书呢。连环画。是用气功，以前我读书的时候非常流行气功的，满大街都是练气功的，但后来的话好像是突然之间消失了，现在在广场上的话很少见到练气功的。中这个也是练气功说不相称，有剑术。哇，怎么样的书都有，都是老书啊，有些是古董，但可以这么说，绝大部分都是赝品。这个陶瓷的。看古董的话，并不是说看到旧的，就是古董，因为可以做旧嘛。这边的老人也都是在这边打牌，都是打牌。买陶瓷的。这里面都是古董市场，这些古书古画就这样子扔啊。信封，平顶端信封，这信封都成为古董了。算盘，这算盘我还会不会打？五进二七一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秤子，秤子就很普通了。这个碎片陶瓷，但是碎片陶瓷的它也未必是古董，因为也可以人为的把它打碎，对吧？打碎了伪装成是古董，碎掉了的古董。这幅是什么画？尼克松啊。这什么年代的？哪一年的？什么年代的？丹麦的。哦。普通话都听不懂。我问他哪什么年代的，他说卖的，他肯定是卖的嘛。这收摊了，这么早收摊了。这老手根啊，是不是那衣服啊？那不应该是衣服，有点沉的多，是吧？嗯，有点沉，也不知道。买了个手根啊，
拿来做拐杖啊。像江西那边的话，景德镇的话，专门有那个做酒市场，也就是把你新货买来拿到那边去做酒。比如说你买了一个陶瓷碗，来拿到店里面去，他会帮你做酒，做完酒之后的，看上去就是跟古董一样。这个我是亲眼去看过的。这是连环画，宝匠吴忠。气功。这地摊上卖的这些老书啊，也是一股历史，展示了各个时代的那个文化气息，并且每一副镜片都经过电脑验光和人工打磨，能有效预防眼睛的疲劳，清晰度极高，华虹镜框永不生锈，容易感觉冲击。有手气的朋友千万要注意，不要往身上抓，抓在屁股上叫同学。因为你可以说你的同学是好东西，咱的同学还特怕。这过往市场是这样子捞了一千啊，像盒子，这是果孙。永丰大殿，乾隆藏宝图。大年三。看到一些陶瓷，你要不了我在陶瓷店买五十个，我六年头的陶八百买的，我问你那陶一千多，我也不见得买了，陶瓷。那想想看我的人家那个自行车也是古董啊，月的工资买个车，凤凰单车，现在一两千块钱都想去走，到底骑着呢。凤凰自行车，原汁原味的，一向都不带动。哇，卖果蔬的特别多呢。知音，很小的是知音杂志非常的流行，你看现在的话故事的这个，这也是碎掉的瓶瓶罐罐，这是碎片。一个核桃制品，核桃做成那个手链啊，这也是碎片。这个还有收藏证收的，桂红，
杜松镇时候就更容易造假了，是吧？这个石头就可不好玩了，雕刻。那啥，我你买你买的，我买的你摸上。因为我对古董的话就不内行，根本都分辨出来真假，所以说很难辨别这边的古董的它真假嘛，是吧？真肯定是有真的，比如说那些很普遍的东西，就很多都有真的，铜钱啊一类的，是吧？这是纸画，铜锣木的果蔬啊。你弄多了以后，我一年平年我也不能弄一点的。要叫我推完，我啥都不要。本来我说要。哇，这个古玩市场是挺大的，捞了一大圈呢。你抓着你叫了。人是五路，和尚也在这边逛逛这个市场。瓶罐罐什么都拿出来卖。老板跑这儿了，老板又跑这儿了。这还那是什么证？操作证。你是把你在你这儿转过来，从我这儿造车，你能买个150块钱？我外面来，在这个古董市场玩的话，要小心一点，是吧？不要碰碎人家的东西啊，是吧？不要一不小心踩到别人东西，等一下会赔死掉。还有就是说。你在这边走路的时候，还是蹬下去玩的时候，要注意一下周围的人，因为他有些是一伙的，他就是你拿着古董在那边看的时候，另外个人他过来碰你一下，碰了一下，你给他古董就摔在地上，有可能就摔破了，你就得赔了。来碰你的人就跑掉了，那个碰你的人的话，他可能就是跟他一伙的。这样的事情以前在网络上都曝光过，也就是你走路，有人一下在那撞你一下。你的脚就碰到旁边的古董了，跟人家古董踩到了，踩碎了，还是叫你赔了，是吧？要很小心啊。你说真假的话，谁分辨得清楚啊？是不是？这亭子里面一群戏勇在那边表演，全部都是老妇女。表演的有模有样的。大妈吃饱了没事做的。
基本上都是退休的，看得普通的老百姓哪里有闲情在那里天天在那边跳舞啊唱歌啊。大妈腰鼓队啊，这边一个广场很大，然后底下挖了一个坑这么大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是吧？你说这个广场不知道为什么它底下要挖一个坑下去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那坑挖了是非常的大的。这个坑起到什么作用？实在是让人迷惑不解，是不是？